这么着急找我有事吗？来，我们先喝一杯。 老同学，是这样的，我最近手上也没有更好的一些新闻线索，我在想，你有没有可能到军营去帮我搞一些更好的新闻线索呢？对不起，办不到，我进不去。这怎么可能？你号外都出了，怎么可能进不去呢？出号外就一定得去军营。 他又不是我们报社，想进就进，想出就出的，来去自由。老同学，你就算是帮帮我的忙，现在日方马上就要跟租界谈判了，而我手上什么好的新闻线索都没有。下次你如果再去经营的话，带上我一起去好吗？好，那我考虑一下，看看怎么能进去。 你看看，是这个人吗？哦呦，沈兄啊，你连顾会长也认识啊？我们不但是朋友，而且是老朋友了。他消失了一两年，现在摇身一变成了银行大班了，倒是。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哈哈，没关系，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 咖啡吧。团长，我们现在是朋友，不是敌人。刚才的知道没发生。米歇尔先生，这支部队是刚从战场上下来。 他们的情绪还是在战斗状态当中。领事先生，我们拿起枪是为了自己的国家，现在把枪放下，也是为了自己的国家。但是我要提醒你，一旦需要，我会迅速把这支军队武装起来。您是一个真正的军人，我相信你能够做到。我本人对日本人也没有什么好感。 谢谢，军官先生们，英方已经给你们收拾干净了，我们完全负责你们的安全，希望你们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各位还有什么要求吗？既然这里是中国的军营，那么英国的旗帜就不应该在这里出现，应该马上撤掉。哼，这个你不能拒绝。 你应该等到我们的部队撤退以后，你们再升你们自己的旗子，难道有什么不可以吗？嗯，好的，谢谢各位的合作。领事先生，枪我们可以交给你们，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们一个条件，除了枪之外，枪套、武装弹，我们必须留下来。OK。 为什么？这些东西提醒我们，我们永远是中国军人。好的，我答应你们的要求。洗澡了，洗澡了，赶紧把衣服放了啊！ 好，交流啊！来，你，加油！我这有肥皂，肥皂，哈哈哈哈哈！对，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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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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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哎，弟兄们，你会没有速度？提早。宇哥，到。哎，水质不错啊。谢谢营长。快坐，下一个。冯营长，看你胖了，冬亮。我胖吗？赶紧练啊！咱俩谁胖？快去！别着凉了，下一个。哎呀，冯营长，这你不心脏脏的，呀，起来的很嘛。下一个。Counsel, this Chinese soldier cannot accept how Colonel George is treating them. His disrespect, British rule of the unacceptable. So, what do you plan to do? I need more soldiers and better weapons. No, no, Captain. Today I invited you here to discuss the situation with the Chinese soldiers. You cannot use great force so lightly. Why? Well, they are not prisoners, on one hand, and they are not prisoners of war. We can regard them as special guests. Special guests? Counselor, I really don't understand. If they are special guests, why take them into the barracks? Well, in this conflict, the British Empire is strictly neutral. On one hand, the Chinese, on the other, the Japanese, and we cannot simply hand these guys over to the Japanese, otherwise it will severely affect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with China and Japan.这个地方可不小，是不是把分散的各连的金条集中起来放到团部？还是让各连分散保管吧。目前各方势力都在打着皮黄金的主意，一旦出了问题，不至于让别人一锅端了。还得关心内部，不打仗了，劲儿一松下来，什么毛病都会出来。班长。 现在团里军心很不稳，要不要找习军官开个会？弟兄们太疲劳了，先放两天假，打扫房间，整理内务，让大家恢复一下元气。交了枪，有些人觉得自己就不是兵了，整天吊儿郎当的；还有一些人在背地里搞串联，不知道搞什么鬼。是啊。 目前最关键的，就是要稳定军心，弦儿不能绷得太紧。 I have the question. If the Chinese soldier won't use the force to leaving the barracks, what I can do? Well, if they are not using force, then you can allow them to go about their usual activities, turning a blind eye to some of the more unusual activities. But above all, you must be patient with them. If the Chinese soldier hostile to us, what I can do? If they use force, then you need to use all possible measures to stop them. That means if I warn them and they still cross the line, I can shoot them, right? If you warn them and they do not listen, then you can arrest them or even shoot them. I understand.
Just one thing, you must ensure that no Japanese enter into the concession. Understand, Counselor. Thank you, Captain. Thank you. Yeah.就这事儿啊，我怎么想怎么憋屈。你说，他让咱们集结整顿，这是集结整顿吗？啊，这明明就是个监狱嘛，是吧？再者说了，你说这枪交了，咱跟信约翰的事儿就这么了了？啊？要不这样，你不方便我去，这帮安南人太嚣张了，我就给他们个下马威。二就说我看看这信约翰到底什么态度，行吧？行，我走。来先玩，先玩！哎呀，来，一进三，慢，对拳，是，对拳，干哪？对眼，要不走吧，来，又先安排，又有了，还有了，多少人？来，外边了，来，先玩！哎呀，来，一进三，慢，对拳，是，对拳，干哪？对眼，来，一，啥枪？翻墙。哎呦，怎么这么大？哇，慢点，咬不住。兄弟们，跟上！走，跟上！跟顶了！快来，兄弟们！都他妈别动！枪给我放下！枪先放下！拿枪！放下！安静点，安静一点！告诉你们，你们在这里只是小住几天。那给我闭嘴！说什么鸟语，放不出去！放出去！我是奉了英国当局的命令，你们如果敢擅自越过这个警戒线，他们就有权可以开枪。行了，你吓唬谁呢？拿几条鸟枪你就牛了？你信不信我他妈打死你？你敢！吵吵什么？参谋长，你都看见了，这哪是集结整顿呢？他明明把这当监狱，把我们当犯人了！我要出去！别走！预备！带你的士兵回营房去。我不会。听见没有？参谋长，他是我的兵，还是让我来管吧。司令长，这些安南兵都是雇佣军，你们冲击大门，他们随时可以开枪，明白吗？团部决定放假两天，让你的士兵回去整理内务。阮先生。县城，带兄弟回去。走。
长，团长，有什么话对我说？我问你团长呢。我跟你说了，有什么话对我说。哦，参谋长，麻烦你转告一下团长，如果他再让我们窝在这儿，我的兵我也管不了。豹哥，你现在可是直属连的人，天天往这儿跑，哪天让团长撞见，非骂你一顿不可。这两天团长的脾气也不好，连里人都在发牢骚，我来这儿清静去。豹哥，这是团长的夫人和孩子吧？你废话，那不是团长夫人，那是别人的夫人呢。团长的夫人是做什么的？你问团长去吧。不过你最好不要随便乱问，团长不喜欢别人提这个。豹哥，这枪都收了，你说咱还是军人吗？是不是军人？这都不是团还早啊。你们俩在嘀咕什么呢？团长。哎，团长，我不真在这挨个咋宰啊？既来之则安之。黄金都收好了吗？啊，都好好的。心没痒？团长，你说我们这些大头兵半年都没发军饷了，现在一人一条大黄鱼，这心能不痒吗？心痒可以，但是手坚决不能痒。如果被我抓住了，我会把你们的手剁下来。是是。团长的话我们记住了。大点声。团长的话我们记住了。吹号，紧急集合。是。走。何营长，走。三连怎么回事？无故缺席。军法从事。是。警卫班。到。过来。是。一二三四，报告团长，三连全部到齐，请指示。向前看，整理军容。文明，小心。请团长训话。先请参谋长给大家说两句吧。
弟兄们，我们被缴枪了。作为军人，我还有团长和在场的所有官兵弟兄们是一样的，有着生不如死的奇耻大辱。我们这样一支英雄的铁军，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团长会告诉你们的。弟兄们，如果我们不交出武器，那么会跟英军发生冲突，那样势必导致我们的政府和西方国家关系恶化。而抗战不仅仅是我们全民的，我们更要争取更多的国家对我们支持同情，所以我们只好忍辱负重，交出武器。但是交出武器不代表我们不是军人，请你们每一个人都记住了，你们是中国军人。作为军人，我要强调军纪。今天三连做得比较好，纪律严明，军威不倒，其他的各连太不像话。今天是进入这座军营的第一次紧急集合，我可以原谅你们，但是下不为例。何营长，到，宣布纪律。再有违规者，每人十军棍；无故缺席者，每人20军棍，3天禁闭。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都给我大声点儿！听清楚了。从明天开始，早上起来，按原计划进行训练。解散，各连的回。直属连，向右转。三连，二连得右。不走。不走。转。师傅，走。不管你爱不爱听，我都得提醒你。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带兵不可以过于严厉，怎么能动不动就上军棍呢？那你的意思是让我纵容他们自由散漫、目无军纪了？我是这个意思吗？我可不想和你吵架啊！我也不想跟你吵架，有什么话你就直说。云海，你想过吗？咱们团自从开进上海，参加淞沪抗战。几场战役打下来，团里那点中央军黄埔系的老底子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现在补充进来的这几百号人都是各路军阀的残兵游勇，一盘散沙，各怀意志，凭什么服你？想过吗？你说的这些我倒是没有想到过。你老兄爱兵，没想到。别拍我马屁了，接下来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我拍你什么马屁？我拍你什么马屁？信任和敬仰不是靠扇耳光打军棍得来的，何况咱们还重任在肩吗？我打他们骂他们不还是说明我是爱兵的吗？你呀，左说左有理，又说又有理。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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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Be quiet, ladies and gentlemen. Be quiet. 我是《自立西报》的高级记者，我要进去采访谢云汉团长。这是我的证件。什么证件？在这不好使。你们都给我听着了，如果你们要想进这个大门，那就必须要有通行证。什么通行证？英国人发的工部局租界的通行证。You know?
走，走。可怜你也跟我们一样，被关在这笼子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去啊。林总，那个林总，我问一下噻啊，你说那个大黄鱼是给我们当军饷发了嘞，还是要交上去啊？谁说要交上去？那就是你的军饷啊。是啊，小四川，让他娶个漂亮的上海女人做老婆吧。不，要不得。那个上海姑娘我养不起哦，我还是喜欢我们那个川妹儿。如果这个大黄鱼要真变成那个军饷的话，我就回家那个买地盖房子，然后找一个川妹儿生一群娃娃。别做美梦了，老兵，我可警告你，这玩意儿团里暂时让咱们自行保管，要是掉一只脚，你晓得团长脾气的。连长，放心吧，我就这么一说，开开玩笑还不行吗？再说了，在这个鬼地方，就是给我们当军饷，我们上哪去花呀？对不对？就是来到哪里花哦。哎，到了那个连长，我出去走一走，可以看？随便，在这里也没得仗打，也没有小鬼子，想干嘛干嘛。哎，小师兄，你还真想去找上海姑娘？我找啥子上海姑娘哦？我们进城的时候，晚上黑飕飕的，啥子都没有看到，就关到这个鬼地方了。我就随便走一走，啊！小四川，我可提醒你，这个大门你可不要出哦。你要是敢出这个大门，不是找死，就是找抽哦。我哪里有那么笨呐？我就找小五玩一玩的，哈。你们忙哈，你们忙。脚下下这是我壮士的马秘呢。啊！我给您那匹漂亮的阿拉伯纯种马拍了不少照片呢，它叫什么名字来着？凯撒大帝 ，Julius Caesar。对对对，我呀总是记不住那匹骏马的名字。那你怎么还能算是路易先生的忠实马秘呢？我记不住他的名字，是因为他平时总跑第一，可是只要我买他，他就跑不动了。什么时候凯撒大帝也能够让我赢一次，我就把他的名字刻在金匾上。他被你的美妙迷住了，一见到你，他的步伐就乱了。路易先生，你可真会说笑。秋莎小姐，我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我需要一张进入军营的特别通行证。你要这个干什么？我是记者，我是要做新闻采访的。我认为那里面最近没有什么新闻，你倒不妨告诉你的读者，中国军人擅自闯进租界胡闹，要不是我们出面解围，他们早就成为日本人的俘虏了。据我所知，是日本人首先违反了停火协议，才导致这场不幸的冲突。日本人是有阴谋的。阴谋？你说的是什么阴谋？等我查清楚了，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的。所以我必须要去到军营，才能够查清楚事实的真相。可以吗，米歇尔先生？我从不拒绝女人的要求。这么说，您答应了？明天你就可以拿到通行证。非常感谢。
来，坐下。伙食怎么样？东西还可以，只是手艺太臭了，一点都不好吃。李文豹，你的麻婆豆腐呢？团长，都留在贵金大厦了。团长，你别着急，我说到做到。这小子，来，咱们边吃边摆摆龙门阵。团长，啥叫龙门阵？龙门阵是丁文豹的家乡话，就是你们东北人说的唠嗑。团长，啥时候带我们出去啊？等你们休息好了，养好了，我就带你们出去。别回头，一进大上海，看到那花花世界，眼一花，头一晕，咕咚，掉黄浦江里了。团长，像于志高这样开饭铃一响，跑得比兔子还要快，每天死吃烂炸，长身贼膘，照样跑不动。干嘛？我惹你了吗，林？你干嘛拿我开涮？哎，于志高，别生气嘛。这胖人呐，掉到水里面，他沉不下去。就是的。我跟你说，你可以当海军。弟兄们，你们一定要利用这段时间加强锻炼，把身体练得好好的，上战场多杀几个日本鬼子。团长，我们真的还能出去吗？放心吧，我一定会带弟兄们出去。好。林西报社的高级记者今天到这里有何贵干呢？秋莎小姐，这是英国领事米歇尔先生特批的，没见过吧？秋莎小姐和米歇尔先生是好朋友。啊，失礼了，秋莎小姐。请，秋莎小姐。小辉，走。站住！哎，我跟他是一起的。他是我报社的同事。这位小姐和米歇尔先生也是。也是好朋友。哦。啊，秋莎小姐。你知道我这个人是很讲原则的 ，you know。小慧，那你在外面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出来啊。啊，秋莎姐，不是我也要去见谢团长。哎，对女士客气一点行不行？真没礼貌。啊，请。秋莎姐，一定要带我向谢团长问个好。一、二、一，卡布走。一、二。秋莎小姐，我现在就兑现我的诺言，有什么问题，请讲。我就知道您不会食言的，谢团长。上次在酒会上，您的讲话虽然不多，但是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您在战场上的英勇事迹，让我们所有的国人都为之振奋。秋莎小姐过奖了，军人为国尽职而已，倒是贵报出的号外非常及时，让我们得到了市民的理解和支持。那天的报道是我写的，谢谢。谢团长，我们这张英姿日报是家百年老报，它近至南京政府，远至伦敦、华盛顿，几乎每位政要每天都要看。为什么？就因为不但我们的记者消息灵通，而且我们的新闻报道准确真实，它能够经常向读者提供到别家报纸根本没有办法弄到手的独家内幕新闻。
所以我今天要借贵报一角，对外界澄清，贵金大厦保卫战不是我谢云汉一个人打下来的。如果说有功劳的话，这功劳应该属于我们全团官兵。我们团前后有几百人壮烈殉国，他们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你太谦虚了，没有英雄的将领，哪有英雄的士兵？谢团长，我们的读者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不知道您是否能答应？请讲。他们特别希望了解到生活中的谢团长，不知道您的寝室是不是也有军事秘密？秋莎小姐，没有什么秘密。来，跟我看一看。对不起，这里不可以拍照。这是规定，我也无能为力。好吧，你替我保管一下。请。这就是我休息的地方。这就是您的寝室啊，这么整洁，这么简陋。我们已经习惯了。谢团长，您知道吗？您现在在上海可是大明星，大报小报每天都有您的消息，电台里也都在播着您的事迹。我们报社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很多姑娘都爱上您了。秋莎小姐，就别再拿我开心了。不不不，我哪敢拿您开心呢？像您这样仪表堂堂的英雄，的确会让很多女孩子心仪。实不相瞒，我呀，都成了您的崇拜者了。不瞒你说，我儿子都六岁了。是吗？那您能不能说一下尊夫人的情况？我能否拒绝回答你这个问题？想必她一定是一位才情兼备、容貌出众的女性。咱们换个话题好不好？她可真漂亮。报告团长，参谋长有请。对不起，秋莎小姐，我还有公务，失陪了。我的采访还没结束，我有几个问题还没问呢。改天再说吧，失陪。你去送一送秋莎小姐，再见。的。
伤。